啊，忘记跟你们交到邮票了，等下再讲好了。哇哦！我本来想说，好啊，这样应该有了啦。那等一下再邮票一下。哦。我的妹啊，我的天啊，我本来要去跟你们讲邮票的，啊，结果中飞一个人了，我死了我，我这样要拖多少时间？等我一下啊。哎、欸，那个好了，椰蛋特快车，然后椰不是椰蛋老人的馈赠，椰蛋老人的馈赠，老板圣诞铃铛也可以讲。好吗？哎，又中了！椰蛋幸运星重赏特别优先。哦，我的天啊！现在真的特别的多哎。啊，继续弄一弄。